李恒光、薛玉珠、周世平台中报道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虽然目前还没有跟高雄市长韩国瑜同台拼造势，侯友宜专心顾市政。不过呢，在这个行程当中呢，他也常常呢母鸡带小鸡，提到自家的立委参选人，希望市民朋友多帮忙。谢谢大家给我们满满的祝福，让侯友宜在去年的选举能够顺利大吉。就像还原一般，新北上侯友宜回到新庄地藏庵参拜，自称当选备受人佛照顾，也希望大家多照顾新北市。我常常来，我有搭一个叫做“喝日记爱心大平台”，上完去啊，这个人欠什么物件，我来买一个物件送你。这个人欠什么？吃完，我的借出来喝呢。啊，来进入这几个平台，来媒介大家，所以有机会哈，出国一下。对着台下信众宣传市政，侯友宜行程满档，在地名单也跟紧紧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位要拼新庄立委的市议员陈明义，侯友宜也帮忙带小鸡。我看到咱这边变立委的陈明义议员，也带着一个菩萨。虔诚的心，我们要给他预祝他顺利当选哈，拜他爸爸的头啊哈。连续两个场景都提到自家参选人，谁说侯友宜忙市政就不帮忙选举？侯市长用自己的方式力挺蓝军选将。东森新闻陈明胜在新北报道。